现场的人也长长的竹啊，把已经点着的水灯落到溪中的，可以捞出去。除了有厝的形，边啊，还有莲花形的水灯。拜六暗十一点主时到，代表旧历七月鬼门开，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宜兰水灯节的活动盛大举办，大家拢伫水灯写伊的愿望摕去放。皆开鬼门，开鬼门啊，就是遐拢出来啊，啊就是在即卖主时啊嘛，就差不多拢会使出来。咱要创啥创啥，小可叫伊闪者。主办的委员会理事长解说水灯的意义，嘛讲今年扩大举办，还佫有彩粿。另外，阁有放烟火通看，所以有足侪人来参加。另外，各个交换生嘛来看卖啊。虽然唔知影放水灯有啥物意义，嘛是算甲真欢喜。网络的广告，我们老师跟我们说，是因为贵的意思，我们要带着这些贵到山里。环境甲市公所，啊，甲咱斗三工，有出来十几个单位，尤其是咱的社区，甲咱拢出来，差不多有两三千人啊。拿来参加活动的人加真多，连来卖物件的大头也嘛加真多，所以伫遮唔是干那好佚佗尔，腹肚枵嘛有得买食。民视新闻宜兰报道。